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展子。今天我在逛台子的时候，看到了这个伟力炸酱面吗？不是啦，它上面写无力炸酱面。我其实之前就有注意到这个了，它其实就是里面有那个毯子，面的毯子还蛮可爱的，所以来夹看看，挑战一下啦。这个爪子好夹，1380，500元啊。成本看起来不高啊，为什么会夹500块夹不出来呢？先试看看再说吧。Let's go， 试一下，甩得动，几开呢？感觉很力道没有很强哦，3拍的感觉。3拍全包的话，卡线，线卡住了。也不会，我花20块就直接宕机了吧？有了，3拍啊，爪力很刚好啊。先直上直下，让它换个方向好了。入爪都怪怪的。放弃吧。发现那一台也是无力炸酱面，它这一台是报价900多，它的爪子是 JS 爪，试一下吧。好像有下线长度哎，我没有按下爪，它就直接收爪了。直上直下，有下线长度。啊，下线长度也太短了吧。路过看到这一台 JS 爪，正前方好夹，1280，220了，不知道至少这一台不知道有没有力，路边看到的试看看吧，希望是有力的，不要再无力夹酱面了。甩图好像没有很大，好像还是有下线长度，还是有下线长度哦，我根本就没有收走啊。有下线长度的话，只能先看能不能打到档上档了。
先直上直下。后来跑到创伤店，终于看起来好像比较有机会，是790，比那些便宜一点啦、啊。不过旧型的机子，试看看吧。好久没夹这一台了，也很久没有玩创伤店了。啊，只有一个爪套。饭呢？只有一个爪套。过来一把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在旁边就这样。Nope。先移动位置吧。好烦哦。无力炸酱面都超无力的，卡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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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了！呼呼呼呼呼呼！哎，天车好像也是怪怪，不要乱跑，天车不要乱跑。滚！其实天车会乱跑，你现在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哎、欸，天车真的会乱跑哎！哎，啊，夹太多也是不行的。正前方，天车会乱动乱跑，为什么夹无力炸酱面都很奇葩的，不知道会不会顶到后面。三拍，嗯，他们翻翻翻翻啊！哦，终于翻出来了，跑来跑去的，至少这一台还可以的，耶！我们来开箱无力炸酱面吧。
它上面写耍废人生一事无成，那上面还很有趣耶，还有什么公司啊行号在上面，除了可以当作抱枕啊，也可以当作小枕头。那它放在车上，如果冷的时候还可以当棉被，因为它里面塞的是棉被了。打开，里面真的有泡面。枕头、棉被，啊，这边比较扁的枕头，然后这边当棉被，很有趣哦。武力炸酱面的枕头跟棉被就抽奖抽出去送给大家好了。那要怎么抽奖呢？先订阅小展子，订阅我，订阅完之后记得在影片底下留言。过年了嘛，那就留一些吉祥话，我们就把。武力炸酱面抽出去送给你喽。